提案的时候也考量到现在冬天啊，如果停留在标准时间的话，那么早上会比较暗一点，所以也考量到这种学生上学安全。但是后来我的这个research 啊 shows that more pedestrian the accident happens in the evening hour，所以就是说这个交通的安全，就是这种 pedestrian 的 safety 呢，提醒我更要加强教育行人在街上或者在 parking lot 的走路的安全。